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怡婷，欢迎乡亲到这来关心八月二七电影大小事。连续四年来到分林做公益的名次棒球队，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取消棒球比赛。不过，因的爱心不减，这次受到华山基金会邀请，来到高溪乡杭中陪同乐，现场嘛和阿公阿妈跳舞活动，庆祝选择分。希望透过名次的合照，会让省心人士来响应活动，帮助偏乡的长辈。连续四年有来分林县响应公益的明星棒球队，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停办棒球比赛。不过这摆也受到华山基金会的邀请，前来高溪乡和长辈同乐，和您做伙做体操，都会因快乐。因为呢，这么多长辈，我们几年来跟他们相处，其实都有感情的。那明星棒球队呢，一直秉持着，因为呢，我们呢，在业界里面。有知名度，有能见度，那希望呢带给这些老人他们的尊重，被关注度，他们的亮点能让大家看到。我相信说我们闪亮精英棒球队能够用我们的行动来不断的来支持我们华山基金会，来给我们的这些长者啊，我们的老人们更多的爱跟关怀。除了有家人真爱支持，现场有真侪贵宾都筹到人助长者一年的经费，希望有因来做起头，吸引更加侪人加入做响应，到阵来分享关怀做爱心，用行动来支持长辈。现在的高龄的长辈高达到18%了哈，那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长辈能够在云林县在地安养，在地老化，得到适当的照顾，也得到他们的尊严。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华山基金会针对云林县境内失智、失能、失忆的长者前辈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更感谢我们闪亮之星明星棒球队已经连续四年来到云林县，透过这个棒球来募款所有的这些善款来帮助我们华山基金会。这次关怀的中介当中，有一对到顶超过60年的老夫妻，一路走来互相扶持。活动现场也特别设计两个替人来做庆祝，现场气氛闹热滚滚，希望借着活动来号召更加多人加入做公益。今天的活动呢，除了帮阿嬷庆祝他们的60周年的钻石婚之外呢，其实我们是想要号召更多的朋友人一起帮我们认助老人的服务经费。那目前因为我们1到3月大概只有30%的部分，那希望可以号召更多的人。那今天的造势活动呢，就是带进了9位的认助，那希望我们可以向100位慢慢的迈入。因为目前的人数状况并无理想，华山基金会也特别准备着油啊和爆米花，伫关内各据点做贩售，希望民众会当到三工，或是多得到上好的照顾。记者陈玉华采访报道。